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模拟山羊，我是祥林山羊。那上一次我们使用了这个猎人身上有鱼嘛，我们这一次来看看其他的山羊有些什么特殊能力吧，还是要使用这个祥林牌微波炉呢，看看它有非常性感的方形头颅以及非常白皙又修长的一双腿啊，要不要用用看它？好了，我们用个坦克好了，用个坦克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坦克来吧。OK， 我们的祥林山羊回来了。那坦克的话呢，身上它有些什么特殊能力？大概是首先要先确定一下的、哦，看看。首先一样，它这个一样是撞哦。那比较会特别的，大概就是按下一键。哦，哎，没事吧？你是不是刚被我给震到了？你一定是被我给震到了，对吧？那 R 是什么？哇，会冲哎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自己有特殊能力。哎，被我撞了之后反而站起来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看到这边在发光了、啊，可是这下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对不起，勾到你了。我现在是有东西是要存起来是吧？还是干嘛？不然呢？对啊，这样子任务达成了。上一次那一个任务是要我把东西存起来，存到物品栏里面。那这一次的话就达成了。然后这一边是原本就是我们基本上应该都是从这边诞生的吧？原来我还是可以这样子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继续出发吧。我们对哦，上次说到末日火山，看能不能到那个火山去吧？不确定哦。哇，不过这一只山羊的破坏力是超强的啦。我怎么才刚说完我就跌倒了？哇，他还是一样正在祈祷着他的丰收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收获了这么多的苹果，结果他上次呢居然还要我帮他把苹果全部都给带过去，他真是有毛病啊。我们来看这个，我连攻击都不用攻击，稍微撞一下它就毁坏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坦克啊！那在这边呢，我使用我的特殊能力，对它有用吗？有用哎！哇，这个震波太强了！他把东西给喷出去了，那我先把我舌头粘在这个东西上面，可以吗？有嘿！我出去了，去哪里了？我天啊！我现在是人到了哪里了？我还在飞，因为我的舌头刚刚还粘着。天啊！我刚到底是飞去了哪里了？啊！看那个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哦。这个就是上一次把我们送出去的那个家伙，对吧？我们要不要再来被送出去一次？再来被送一次好了。有戏！我们到旁边这个，我到了这里，一样到了这个地方了。那上次呢，就是从这边进去之后，然后原来有一条路可以下去嘛。好的，这边是后面有坟墓，所以这边的人在祈祷啊。这是一个非常宁静的时刻，我们要为这位逝去的人士默哀啊。旁边呢有一个。你是盗墓者是不是啊？根本这个已经有一个墓碑在这里，这里面有人啊！你是盗墓者，盗墓者去死啊！盗墓者去死，滚远一点。那这一边呢，真的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时刻了。震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从这里面飞出来的是不是这一只鸡啊？好像是鱼，这是鱼，这是鱼。刚从这里面飞出来是一条鱼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他们只是在为一条鱼在默哀而已。是因为你们靠近海边吗？一定是因为你们靠近海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会特别尊重鱼的存在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边有一个人，大概就是刚刚被我给弄过来的这个人吧。那这个盗墓者他继续他的盗墓工作了。不管他，这个地方想不到居然还有，这边是要，这边有一个人有任务，他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对你无冤无仇啊！干什么攻击我？啊！接任务了，他要干什么？Demon Orange 2这个，他有拿一个什么邪恶的山羊角？邪恶的那个号角，恶魔号角，要拿给他吗？对，要拿给他。可是那个恶魔号角在哪里？我一直被攻击啊！别闹了！他要的东西要去哪里找？我不知道，他没讲啊。你能不能给我？
只要先把他弄死了，只要先把他们弄死了，要来战斗是不是？我是坦克，你以为我这个坦克会怕你吗？看到没有，等级在上升了。看他到底想要我干嘛啊！我啊！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放弃这个任务。我不知道他要的东西要去哪里找，是不是在这个后面啊？这边在发光破坏一下。没有，他一直在发光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一直在发光啊！我们还是远离这个地方吧，赶快远离。这边好多人都倒哦哦，你可以载我出航吗？可以。可以，他可以带我出航的。哇，我决定黏着他一下。我决定先黏在他身上。我觉得他等一下一定会做出一些很特别、令人意料之外的举动，所以呢，必须要先黏着他。那目前看来实在是都很宁静。哎，你是不是滑错地方去了？他是不是滑一滑，他只会绕一圈而已啊？这可不行啊，我可不允许你这么做。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我会马上把这个船给他踩踏到他沉船为止。你行不行啊？你行不行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移动了一下之后我就下来，我要回去啊。可是我现在应该还是黏着他的吧？我刚刚舌头有黏在他的那个身上，应该是黏在他身上的，所以看看他把我会不会把我带，好像不会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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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等我等我。等我，我怎么又变成没有再黏在他身上啊？他是不是卡住了？跳回来，啊，跳太高了。他是不是卡住了？站起来，重新黏一下。哎，他干什么？我加速了，他说飞去啊，是要去哪里啊？哦，不，哦不，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哦，我又接到任务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鱼人哎。这边都是鱼人啊！哦，这边有一个鱼人，他有任务。等一下，他太可怕，他怎么就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哎，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任务吗？啊，他要什么呢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因为他讲的都是鱼话，所以不知道讲什么，踢走他，都不知道他要什么，我还搞屁啊！这边的话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，哎呦！哎呦，不行，这边的鱼人也都会攻击我。不不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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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决定用这个，我决定用这个。你们打得赢我，我还得到成就。你以为你们这样打得赢我吗？我可是坦克哎、欸。哦天啊，这个是要干嘛？Steel Five 这个什么？他们的鱼哎、欸，不，他们的鱼眼哎、欸，好像要偷他们的鱼眼，总共要五个。那是要吗？是要把他们解决掉吗？哎、欸，真的耶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哎呀，可是啊，我决定啊。我黏一下这个东西哦，可以拿在身上，拿到身上。你以为你能够打得赢我吗？打得赢我吗？你们打得赢吗？撞一下，好像已经没有那个了，好像没有那个鱼眼可以让我拿了。我还需要鱼眼啊！他要我偷五个，我怎么偷啊？刚刚那些是怎么来的？目前只偷到了一个，哦，这边又有了，这边又有了，再拿一个。难道是解决掉他们就有一定的机会会掉落吗？好，哎，收起来呀，干嘛不收？这边还有一个，可是这个任务是谁从谁身上接的？这个任务从谁身上接的？刚都不太清楚啊！快点快点，接起来接起来！哦，是这个家伙吧？哦，对了，看来是他。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把他们鱼的眼睛都给你了。啊、他说那个鱼眼很恶心，很恶心！你还叫我去收集？去死吧！你还闭着眼睛？哇！我发现我这个坦克的攻击力好强哦！哇，这边还有人需要帮助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需要帮助的。这怎么还有个投石机啊？是可以带领我去哪边吗？我决定我还是先飞一下好了，看到底能够带我去哪边。哇呼！哇哦！飞过这个山丘之后，我是回来了。这里，我回来这里了。原来那个投石机是让我回来这里的、啊。我又回来这里干什么？老兄们，我这边等着干什么？哇，这边是有一个人惨遭霸凌。这边有一个人惨遭霸凌，怎么办？这边有一个带头的，然后有其中还有另外两个人跟着这个带头的一起来骂这一个人啊。
欸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要你这样子来骂他，你还拍手，拍手叫好干什么？让我拿一下这个水桶，送给你们，这水桶送给你们，撞一下你们，撞一下你们，撞一下你们，欺负弱小是我才能做的事情，好吗？你们都不能做，踢走你，去死，去死，滚开！欺负弱小只有我才能做，所以呢，欺负弱小。好了。那这边的话，看来可能这边的任务大概都没……哎 ，Oh shit！ 哎，这边有一个人喝醉了是吗？哦，不对，他刚刚被我踢开的吧？哎呀，真是暴力，我跌倒了。哦，天啊，那匹马，那匹马不能惹，那匹马不能惹。上次就是惹到那匹马之后，我自己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。喂，有人燃烧了吗？还是怎么了？你们在烧什么东西？哇，你在烧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旁边还有一个人倒了，哦，旁边两个人倒了。两个人自己跌倒了。哦，他叫我站上去。哦，他叫我站上去，这样子我就可以体验一下当那个之前17世纪还是什么焚烧女巫时候的感觉了。叫我们不要害羞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害羞的，我来了。哦，我燃烧，我还得到了成就，但是我决定要把你烧了。你这个是什么鬼东西？叫我们来这边被燃烧，神经病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能够让他们都燃烧吗？可以，我让他们都燃烧了。可是刚刚在这边这一个人要我接了任务，接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完成我的这个任务了。可是这个我完全听不懂，我有点看不懂我右边的任务栏位，他刚刚给我任务是什么东西？我想要听他说任务的时候，旁边这个又一直在打我。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决定了我还是要离开这个地方。我们决定顺着其他的道路呢，到达其他我们觉得应该会是比较正常的场所才怪。这边到不了，这边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这边的人都疯了，这边的人都疯了，我决定不要再跟这边的人继续来往了。这边的人都已经完全的发疯了，我觉得顺着这边的道路下去，一定可以走到我们其他的地方的。对的，我有。哦，这一匹马又来了，这匹马又来了。我不会再中你的计了。哎，哦，他上次这一根他又卡住了，他又卡住了，但是他这一次呢，不需要我来救他，会有其他的英雄来救他的。然后这边这一个呢，上一次一出来不小心接到任务了，现在就还给你。OK， 任务也完成了。但是他却没有给我什么好东西，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传送门进去吧，看看这一次我们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方去。哇，好漂亮的一个城镇啊，是不是？你也这么觉得吧，对不对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要不理我，他叫做什么 Master 什么的，字有点小，看不太清楚，去死吧，字还……对不起，我不应该，他们是什么？是你的。是这里的居民吗？他是这里的居民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欺负他们的。没事了，只要不要跟他们作对就没事了。好的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吧。这边的话还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哦？这边有斧头，哇！你可以给我一把剑吗？谢谢。哦，这边还有什么？还有薯片，多利多汁，玉米片，这边有玉米片。哦，原来打铁的人都吃玉米片啊！我决定带着你。好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有斧头了。我有斧头，斧头在手啊！这边的人就是在卖多利多。对不起啊，我的斧头是不长眼的。你想要干嘛吗？这边还有什么？我们走进来这边看一下。哇，这边有表演，这边有表演，有篮球。他把篮球给埋在了这个地里面了，但是。他讲的话根本没人听得懂啊！死吧！你讲的是什么鬼话？你不要再讲了，闭嘴闭嘴！讲哪一国语言？请你们看看我的表演吧，我的表演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，非常具有爆发力的表演，你们一定会吓到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吓到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看他那一个人的奇怪的表演，对不起，我来破坏现场、啊。让我继续离开吧，离开这些鬼地方。我们决定来跟这个人接任务。哎，断头台。
哦，我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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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了，我决定跟你们作对了。他好像要把他救出来，可是我怎么把他救出来？哦，救出来，救出来，救出来，成功了，我成功了把他救出来了。但是他，但是他，但是他卡住了。接下来我怎么把他救出来？哎呀，哎，他出来，他出来，他出来了。行啊，他，你可以站起来吗，老兄？我帮你救出来了，但是你能站起来吗？你能凭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吗？不能。我决定把他带着走了，带着把他收到我的物品里面。他不是叫我把他救出来吗？我已经把他救出来，但是他不理我。这边该怎么办？这个人这么嚣张，在这上面，你以为我上不来吗？你在睡什么觉？你在这边干什么？喂，这边这个好像戴着皇冠是国王哎、欸，他的姿势，而且他是一个吐水，一个观景台啊！啊，这边的人在变魔术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一个人在那上面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某个贵族的家里呢，还是这是这里某个君王的家？这个人要干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我是山羊，没错。我刚好没有太仔细的看他要到底要的是什么。他是要这个吗？哦，哦，他在铸造他的武器，要人帮他踩这个古风炉。结果我们刚才那边踩气踩踩，他就飞上去。什么东西啊？搞什么飞机？哎呦，这个人是，这是一个人吗？这个，这是一个人吗？还是一个鸟？这个是什么鬼生物啊？去死吧！哦，你知不知道我是来砸场子的？不准在这里表演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哇，不过他真是敬业，看到没有？他非常的敬业，他就算倒在了地上，他还是有办法让他的那个东西呢飞在他的身边。看来他可能是一名传说中的魔术师。哇，这里面的人在干什么？这里面是佣兵招募所是不是？还是你们可以卖东西给我吗？都不能。我觉得这里面的人不好惹，虽然我是坦克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惹他们好了。从那边走下去，哇，里面有一个冰柱，垂直向下的冰柱，这个冰柱是不是什么样的魔法呢？哇，你一定就是国王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 ？Defeat 了 Giant Pet Ant， 哦，有大蚂蚁，大蚂蚁，他要我打败大蚂蚁。哦，你这个是蜘蛛了，这不是蚂蚁啊！喂，啊，我不怕，你以为我会怕你吗？你以为会怕你吗？你以为会怕你吗？哦，打败了，打败了。这个明明是蜘蛛，好不好？你是什么蚂蚁啊？这里原来是竞技场，是国王的变态的那个。我决定把他撵过来了，带不动他、欸，过来哦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死国王，我决定把这个尸体送到你的面前，过来，决定用他的屁股朝着你，就这么办。你到底还想要干什么 ？Defeat all goat in all goat mountain。他又打败老山羊、欸，哎，他又打败老山羊，还有一个叫做老山羊山。啊、老山羊山，他要我到老山羊山上面去打败那个老山羊。哇，这个有点念起来像绕口令啊。我决定就把这个放在他的面前了。可是那个老山羊山我该怎么上去呢？你又没跟我说。请问哪里来的老山羊山？我决定我要去找一下老山羊山了，是不是要从那边出去？这个门是关起来的，你也不让我出去，那我怎么去挑战你说的任务？可以不要这么小气吗？你们可以直接把我送过去吗？可恶，我只是一名可爱的山羊而已啊！如果我是一只羊，那我来看看我要去哪边啊？哎，这边好像可以爬上去的样子，可以，这边可以上来。上来之后呢，会从那边跳出去，但从那跳出去没什么事情。我得去找那一座山呢。哦。这边有一个法师，这边有一个法师，但他好像是猪。这个法师要小心他啦，哇，他绝对是深藏不露。你看旁边有人用铲子对他屁股挖来挖去，他都没有任何事情，去死吧你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？吃10包薯片，喝10罐
原来如此，他要我吃这个薯片。这个薯片吗？这个明明是多利多汁，多利多汁明明就是玉米片。你想骗我吗？你想骗我吗？不管了，吃就是了，吃就是了，我们来帮他吃好了。吃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他还要我帮他，还要我喝这个汽水。这个滚开，滚一边去，不要妨碍我喝汽水啊！要吃薯片还要我喝汽水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任务啊？这个这些猪老小干什么？破坏掉这个。OK， 所以我们任务完成了，我们吃了10包薯片了，喝了10罐苏打水了。好的，哎，我得到了一个什么帽子？我得到一个巫师的帽子。巫师的帽子在哪里？在这里面吗？有。巫师帽子我能装备吗？我能装备吗？你能给我装备吗？天哪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装备它。有了，我把它丢出来了，我把它丢出来了，可是我不能装备它呀，不能，我无法装备它，我只能把它收到我的物品栏里面。所以我达成这个任务是想要干什么？哦，哎，哇，这名巫师就这样子，哈哈哈。彻底的搞破坏啊！啊，好了，那我想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们这一次身为坦克呢，也达成了我们很多的任务啦，以及目标了。我们这一次就只能先在这里结束了，身为我们一些任务，下一次就用其他的身份来完成吧。首先呢，就是那一个要打败那个老山羊，但是老山羊根本不知道怎么去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末日火山啊，那个末日火山也要去看看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只能在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回再见，拜拜。